落实经济适度多元发展，澳门将进一步丰富现代金融业态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透过加快培育债券市场，发展财富管理业务，鼓励创新跨境投融资平台等，丰富现代金融内涵，并将创设条件及鼓励业界多加应用金融科技拓展业务。持续完善金融法律法规，建设金融人才队伍，强化金融监管制度，深化跨境金融协作，经济适度多元，无限未来，携手共创。